台北市建国中学六日上午举行115周年的校庆。此次校庆特别让一年级的新生来了场中破赛的厨艺竞赛。没有下过厨的一年级新生们，在混乱的现场中，几乎卯足了全力，把平凡的菜肴变成感恩老师的另类教师节。我的鱼才刚放。学生们不管比料理的味道还是料理的创意，都在这场厨艺竞赛下让校庆充满了团结精神的百年校风。台湾《醒报》记者杜应广采访报道。